你要叫他开慢一点，不要一直撞人家的屁股。哦，这是你的工作。哎，这个有一台蓝色的来了。嗯。这边当是我的工作。是。好了，准备车子来了。太多车了，哦。哇，怎么有一台车一直撞那个轨道？要保持行车距离哦。不停下到车。哦，你好像警察哦。我自己撞到铁轨，我自己开出去。嗯。你是警察吗？对啊。那你穿那个是机械战士啊？对啊。机械战士。发生了什么事？